天才突破重围，正义对决正义，海军、海贼、学者、特工，未来之岛上演谋略大戏，逃出升天还是全体湮灭？大家好，我是朱Evan，海贼王千年九十话大将还原已更新，最强闪光出击未来。喂，我叫门奇蒂路飞，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。四环草帽路飞夺过电话虫，朝着另外一头的五老星开始疯狂输出。我们已经和贝加庞克博士结盟，如果你们想要约克活着，就立刻撤走海岸四周的所有船只。救命啊！路飞的谈判条件立刻通过广播传遍海域，事态突变，还原一时停下了行动。海兵们被路飞的嚣张气焰惊呆，这些混蛋真是太过分了，他们果然像传闻中一样穷凶极恶。世界经济报社内，蒙哥斯也傻眼了，没想到这次偷听到了真正的大新闻。我没听错吧？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路飞，你就是草帽路飞吗？你们实验层里还有谁活着？如果算上受伤的人，我们的人数是……路飞正准备跟五老星聊起家常，立刻被伙伴们挂断电话。但那个声响还是引起了五老星的注意。那个女人的声音是尼可罗宾。实验室内，娜美捂着脸，罗宾正在给路飞补课。与他们交谈会泄露出信息，不能让他们那么轻易得知我们的情况。对不起，你是对的，但他们所有的舰队应该马上就会撤退了吧？别小看海军啊！海军舰队内，萨坦作为前线总指挥，正在思考对策。有三样东西处于最高优先级，首先是约克的安全。他可是复制母火种的关键人物，其次是庞克记录，贝加庞克的研究成果都在那个大脑中，最后是那个融合炉，生产母火种必备的装置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护这三个东西。道伯曼中将还在顾虑岛上的罗布路奇以及 CP 特工的安危，却被萨坦提醒做好局势最坏的打算，优先考虑最重要的事情。道伯曼惶恐不已，人类和昆虫没什么两样，即便死去再多也还会继续繁殖。明白。实验室内，约克正哭得撕心裂肺。你们都听到了吧？我和五老星达成了交易。你们要是敢伤害我，他们就会抹去整座岛屿的存在，就像他们抹去奥哈拉一样。一听到这话，娜美瞬间燃起，朝着约克一顿胖揍，索隆拦都拦不住。痛死了，你会付出代价的。我要告诉五老星，你爱怎么抱怨都没用。已经很久没看到大姐头这么激动了。罗宾嘴上不说，但心里很明白，娜美是在给自己出气。乔巴正在旁边悉心照料。罗宾，你的伤好点了吗？多亏了你。嘿嘿，就算你这么说，我也不会高兴的。经过了一晚上的折腾，草帽一伙总算稳住局面。战斗员正在盯着囚犯，技术员正在收集情报，伤员们正在接受治疗，而饭桶们正在干饭。虽说是面对两个吃天使，但我还是觉得不甘心。我明白你的心情，别想了，睡一觉吧。莉莉丝抱着爱迪生，正在为死去的同伴痛哭。世家、毕达哥拉斯、爱迪生。爱迪生还活着，莉莉丝，别吵了，莉莉丝，我正在试着跟下层联系呢。贝加朋克两名分身世家和毕拉格拉斯在昨晚的事件中死亡。喧闹的实验室内，卡库突然注意到怒奇好像在说些什么，但他只是把头扭了过去，说自己自言自语罢了。喂，在地下的你们那边还好吗？乌苏普一通电话，直接打到了地下 B1 的废弃实验室中，被关押了两个月的 CP 特工们正在大快朵颐，举杯欢庆，呼喊着救命恩人们的名字。谢谢你们，草帽一伙，我们都欠你们一条命。谢谢你们放我们出来。喂喂，别这么大声喊名字，他们还是我们的敌人呢。虽然脱离了囚牢，但现在的处境还是让人十分不安，因为边上就是炽天使。贝加庞克博士，你能保证他们是安全的吗？当然，那些泡泡都是用和平主义者马克索瑞的泡泡盾材料做成的。看似平平无奇的泡泡，原来用上了贝加庞克的黑科技，用如同海楼石一般的能量制造而成，不仅连炸弹都无法炸开，还能有效对付恶魔果实的逆者。太酷了，我还以为他们只是普通的泡泡，他们竟然把我们关在这里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们根本无需担心，因为我们没有收到消灭你们的命令，所以我们根本不会在乎你们。这话虽然听起来很伤人，但似乎安全感十足。不过我们还是得感谢你呢，蛇小姐，感谢你帮我们解开石化。贝加庞克还在纳闷，不记得自己有设计这个程序啊。这一下把 S12 说脸红了，原来就在昨晚，他此生最大的 bug 出现了。汉库克，那些是我的朋友啊，快把他们的石化解开，拜托了，你是唯一能够救他们的人。好，好的，我会解除的，你别一直盯着我的眼睛看呀。他完美复制了汉库克，因为他除了路飞以外不会瞧上任何人。太有趣了，基于汉库克的炽天使也同样倾心于路飞。贝加朋克拿出本子奋笔疾书，不放过这个意外的发现。似乎在克隆生产的过程里，喜好也会随着血统因子遗传。再次谢谢你啦，汉库克。我听到了，你说爱我。阿特拉斯正在向本体报告最新进展，尽管通讯系统已经恢复，但边界穹顶还是无法打开。
再把这个屏障解除前，所有人都无法离开实验村。你们的努力都是徒劳的，我早就用密码把系统锁定了。不巧的是，我没有把密码告诉大脑，而且我也不打算告诉你们。嚣张又欠揍的约克把密码和世界政府当成了自己的两道护身符，正在疯狂挑衅。莉莉丝冲上去差点干架，本体，我们被包围了。他们的舰队由100艘船和将近3万名士兵组成。是的，情况看起来很糟啊。管他外面狂风暴雨，山子依然雷打不动，勤快地为亲爱的斯图西小姐端来咖啡。贝加庞克扭头找航海士纳美举手示意，手上的记录指针还没有充满下一座岛屿。他认为可以按照合作国存储的记录，在三个方向里选择其一，其中一个就在这座岛的东北方向。啊，对了，那是艾尔巴夫。艾尔巴夫，我们终于要去那里了吗？从很久以前就一直梦想着的巨人国度。路飞和乌索普直接原地起飞，魂已经飘向了阿尔巴夫。草帽二傻手拉着手，肩并着肩，正在高唱巨人之歌。斯图西正拿起咖啡，发现路奇一脸不爽，忍不住吐槽了回去：别一直盯着我看啊。贝加庞克继续研究航行计划，现在岛屿四周都被舰队包围，无法从海岸逃脱。幸好草帽一伙的船就在实验层上，接下来众人必须从岛的另外一边往东北方向前进。更加幸运的是，Vega Force 1号就停在三零号边上，真希望它能带我们飞过敌方舰队，可惜它只能在单肩岛空域飞行，一旦离开岛屿范围就会立刻掉下来。没关系，我们的三零号可以在离开岛屿范围时使用风来爆破继续飞行，我们飞行一公里后应该就没有人能追上我们了吧。什么？整艘船可以飞一公里？非常好，就采用这个计划吧。他用可乐当燃料哦。可乐，太棒了。不过在出发前还需要先解除边界穹顶。约克一听又来劲了，表示永远不会把密码交出来。本体甩下行李，立刻拉着爱迪生和阿特拉斯一起破译密码。科技之战率先打响，可别小瞧了天才贝加庞克。按照计划，莉莉丝将负责操控 Vega Force， 开船小队立刻赶往三零号。边界穹顶随时有可能被解除，在那一瞬间虽然可以逃出岛屿，但同时也意味着再没有屏障可以抵御敌人的攻击，必须抓紧时间把船移动到实验层的另外一边，做好出航准备。说实话，我还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座岛呢。喂，我们可不是要去野餐的，我肯定会想念这里的食物。同意，明天我们就吃不到了，所以多带点披萨吧。船上有奶酪，别担心，三字会给我们做的。波尼突然兴奋起来，给三字送上了好评。他真是个了不起的男人，很会烹饪，战斗力也很强。你的心情怎么突然好起来了？真奇怪。我承认，放弃杀死贝加庞克后，心情稍微好一些了。太好了，那今晚我们就不用听到你的哭声了。我才没有哭。孩子们做好了开溜准备，海军这边也大有收获。罗布路奇秘密联络了舰队，同步了目前穹顶内部的情况，重要讯息立刻向全军进行了通报。你听到了吗，布鲁萨利诺？是的，草帽小子故意虚张声势，想瞒骗我们他已经掌控了局势。看起来我们还是像抓老鼠一样把他们困住了。边界穹顶是一个激光防御系统，对吧？你是由光构成的闪光人，可以越过它吗？应该可以，不过贝加庞克布置在下层的守卫是我的朋友，你可以不用管他。我不能无视一个决心为他的职责而战的人，我也不能背叛我的意志。一旦我们发动攻击，毫无疑问，战头王会命令所有的海兽兵器以及50台和平主义者将我们的舰队摧毁，损失将不可估量。黄猿淡定地讲完利害关系，轮到我老心头疼了，情况真是越来越复杂了。融合炉在什么位置？罗布路奇是个聪明又狡猾的家伙。黄猿摊开一张情报，路奇已经将所有海军需要的信息发送了过来。无形杀意笼罩整支舰队，岛屿四周陷入死亡寂静，正如猎人总会屏住呼吸靠近猎物。攻击马上开始，会六式的人做好准备，我们的目标是解救所有被囚禁的 CP 特工。所有炮台注意，爆炸对和平主义者无效，全部瞄准海兽兵器。收到。海军掩盖了行动声息，却已经把开战信号通达全军。此时的实验层上，开船小队也已经到达三零号。路飞一蹦一跳的，还不舍得这座有趣的空岛。打破这场平静的，终究还是那一束光。一道夺目闪光瞬间跨越大海，突破机械壁垒。海兽兵器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光线已经折入未来都市，穿梭在空荡的科技长廊寻猎目标。既然如此，老爷子，全体和平主义者听令，立刻消灭所有敌人。最强兵团立刻展开攻势，未来岛决战正式开打。做好觉悟了吗，战逃王？我的防御可是世界最强。无形铠甲硬汉光速踢击，双重正义对决科技制程，没有选择，无路可退，唯有信念贯彻到底。武装色霸气碰撞自然系闪光，一股强大冲击力瞬间遍及全岛，实验层上方也被波及，耀眼的光芒吸引了众人的注意。喂，宇宙非常强大的人来了。以上就是海贼王1090话的全部内容啦，下周休刊。
好家伙，本周漫画比预期更早更新，接下来漫画更新时间也会变得很不确定。回到本画剧情，又是文字信息量非常大的一画，双方对于接下来这场战争都做好了准备，也交代了草帽一伙和贝加朋克撤离的方案。好消息是，巨人岛阿尔巴夫的冒险应该很快就要来了。坏消息是，尾田依然没有交代单间岛的前一晚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卡库和罗宾为什么会受伤，约克又是怎么被抓住的，波尼和三智之间又发生了什么，这一切说不定是要等陆奇见到萨坦后由他来倒叙了，但我们一样可以从现有的线索来推测一番。下一期我们来聊聊本话的伏笔与细节，敬请期待。